他跟我关系很好，我们私下都是顶来顶去，顶来顶去的。哎呦，乖乖，你这样很色情哦。你们考虑一下，就心情也转变了，就内心是淡一点。你那什么什么事情？你跟导播顶顶嘴？我没有，那个导播不是一个陌生人啊，顶他跟我关系很好，我们私下都是顶来顶去，顶来顶去的。哎呦，乖乖，你这样很色情哦。你们考虑一下，就心情也转变了，就内心是淡一点。就想说我们私下斗嘴他也不会怎样，也觉得气氛还蛮好的。可是那一天真的还蛮正经的场合，我也是第一次去主持，我自己本来就很紧张，然后呢他还说没有人主持只有杨雨妮吗？然后我就觉得哎、我们都自己人呢，好歹你在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，要支持你一下，给我个面子嘛。那一次两次就算，他就一直酸一直酸。后来我就说那你是怎样，你在台湾没 case 了，要去大陆接 case？ 然后翻脸了吗？他就再也不跟我讲，他就再也不讲了，然后他就去因为你说中了，对不对？说中了，说中那个点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嘛。后来他就我不知道，他私下去找他。他就私下去找我老公，就跟我老公说：“哎、叫你老婆讲话注意一点，我好歹是个导播，哎，不要让他在别人面前这样讲我。”那他就可以在别人面前讲你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不关我的事啊。徐乐杰女生哦，那个导播是资深导播吗？算资深，你都认识，都认识。我也认识，都认识。那你凭什么讲一讲？讲你讲我的。我们以前被开麦骂的跟狗一样，我们也不敢。他如果真的骂我，我就不会回嘴。可是他就是又像开玩笑，又像开玩笑。那我觉得为什么你可以开我玩笑，我就不能开你？因为他导播啊，废话，对不对？因为雨妮也很无辜了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我们大家关系很好，他们两个时常斗嘴，时常斗来斗去。但是这个导播自己很不识相，为什么？他们两个斗嘴从来，他们两个斗嘴，导播从来没有赢过，都是他赢的。那他要一直去惹他。那他当然就因为他享受那个快感，他后面那一天他认为我今天赢定了，因为我是导播。对，他就想要就是他想赢那一次，对，想要赢那一次，结果都没赢到。结果我老公现在讲这个话是他回家被我教育好了，你知道他私下跟我老公聊完之后，我老公整天不理我，哎，然后都给我脸色看，只要我讲什么话，他就跟我翻白眼，就觉得我讲话不得体。我跟你讲，但是你老公真是有风度。其实我翻白眼是有风度哦，你捶你就好了，不是。其实我私底下导播找我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讲啊，说你自己也活该啊，你跟我老婆那么熟，你每次跟他斗嘴，你从来没有赢过啊，你干嘛这样跟他斗？哪有，你对我的态度都不是这样。后来我是整个晚上就跟他大吵，然后不跟他讲话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说到底是我是你老婆还是他是你老婆？不然你对他那么好，你跟他去过啊？没有，他才学乖的。对方是男女，男，对方男，他就是因为对方男的嘛，对方女的试试看，因为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导播也在，我一定会跟你讲说，好了，不要讲。但私底下我跟他是我跟他朋友关系，我会这样跟他说，这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。不是，男人都这样，真的，男人都这样，都喜欢把我们给别人看。对，然后竟然还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当骂自己的小孩给别人看吗？不是下一趴。那先弄完了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那件事情是完全没有错。对，但是如果事隔这么多年，我知道我现在不会那样处理了。但是当下的情况是我真的就是。你什么事要走？因为要做瑜伽。没有，有一个通告。当初好，这事情当初就讲好说，哎，我十二点要离开，因为我一点有个通告，因为在比较远的地方拍。然后协调到最后，他们说好，我发你早上五点的通告。所以五点要到外县市，所以我大概三四点就要出发，到了外县市，五点开始嘛。那五点到了，大家都还没到，就等道具什么的都还没搭景没到，他们故意弄我，就是好你要早嘛，那我给你最早，你跟工程班一起到。然后就是五点到，等他们搭景全部都塞完弄好，都已经快十二点了，所以根本拍不到。那我们就说，哎，可不可以商量一下，我先去录影，因为录影很快，再回来录影我再回来拍，因为你们还在前置工作嘛。结果他们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要。后来我走到车，我的车那边，因为我经纪人的车嘛，发现他们有卡车挡在我们的车后面，就是他就故意弄我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意气，太年轻了又不太懂，然后就气到，然后你挡我是不是？我不在乎钱，我坐计程车回台北。然后我就一气之下就坐了计程车回台北。后来没想到就是后面就闹得很大，就是要去告我啊，收到传票啊。所以一个月之前就知道那个通告。对，你是跟谁讲？
我经纪人也知道，经纪人也跟对方的制作、执行制作，完了就执行制作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执行的问题，执行制作他不会担责任的啦，对对，他也担不了，对。那为什么不把那通告退掉算了？可是我都想要顾，因为我觉得我都接了，而且事先也讲了，我觉得都想要顾。各位观众，人就不能有贪念。哎呦，没错，你也有话讲。鱼跟熊掌它是不可兼得。关你什么事？把你眼睛张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。哇，好多哦，下巴。对，下巴也是，下巴厉害，嘴唇也是，嘴唇也不错，嘴唇，脖子，哦，痣，痣，哦，那两颗，哇哇，痣，那两颗痣，哎，对啊，痣我们的，但又有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，锁骨，黄金折数都要，哦，指甲，指甲，哎，他刚摸呢，哎，哇，有，哎呀，切切，走出来的时候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，对，像浴巾，好惨早，快掉了，因为这个材质，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的，哇。所以他要表现的是滑下来，滑下来。哎，请问你是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，哦，那你刚刚要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，刚刚有猜对。有，哎呦哎呦，想把我多懂你。可是运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，也是他的脖子长啊，女生一般脖子长。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颈图，长颈图 long neck， 英文，他长要讲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哦呦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哦呦，哇，真的 S， 哎呦，真的很像浴巾，真的像浴巾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转一圈也来。哎，宇轩侧面很来来，刚刚那个，预备，起，哎呦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对凹，哇哇哇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阿乐阿乐，三凹，预备，三凹三凹，预备，好，预备，起。买单，买单，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。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